今天会教教很多新手都会忽略的东西，开始前记得点赞和订阅哦，点赞加订阅的都单抽出烟飞，再分享加留言的话十抽满命中离。就是这两个盘子，盐和风的寻宝盘，它会帮你更加轻松的升级，就是在声望任务里面获得。我们先去看怎么获得风的。这里的讨伐和居民请求每星期可做三次，这个是最简单的声望低，这个是普通的，这个是最高声望的，可以的话每次都选择最高声望的，重复做三次。居民的请求就直接接三个，然后完成就好。这里就会看到你的声望值，到了等级六就能获取风寻宝盘的图谱，就能去找铁匠制造了。过后就到背包把它给装上，就能使用啦，是永久的哦，无限次数。盐寻宝盘的话就要到离月，大致上都和刚刚的一样，要注意的就是每个星期只能做三次讨伐加三次居民请求，所以我建议先把其中一个的声望搞上，等级六了再做另外一个会比较好哦，然后讨伐都能叫朋友们帮忙，选最难的就对了啦。等级六了就能得到盐寻宝盘的图谱啦，现在就来试试看找宝箱吧，偷偷告诉你，我在里面发现了华丽宝箱。小朋友，你是否也很多我好为什么你是来找可莉玩的吗？太棒了，嘿嘿，太好了，可莉果然交到了很好的朋友，谢谢你。哎，嘟嘟可在哪里？